个同修，就是他给往生不久的先生许愿了108张小房子，还没送完。昨天他梦见就是给他的意念是520，他只记得这个数字，他不确定是不是小房子的数量。请问是不是这个520是这个？肯定的，这个她老公，她老公上不去啊。嗯。讲都不要讲。就是还是需要520对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好好，死掉了还是跟你跟他有关系的呀，藕断丝连呀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嗯。